话说咧，海洋公园喺8月28同埋29号星期六日两日咧，举行咗一个叫做宠爱周末 ，Teddy Coffee 决定去撑场啊！不过今次嘅活动咧就系免费入场啦，仲要唔使预约嘅。咁节目咧就系6点至9点钟啦，有 live band 啦，有嘢食，又可以俾佢哋喺海洋公园某啲位置行下咁啦。咁但系我哋都未知道去到会唔会冇位啊，因为佢系有呢一个名额限制嘅。咁但系咧都去咗先算啦。呢、這个海洋公园停车场又话要预早 book 位嘅。我哋搏一搏行咗入嚟，又拎到飞喎、哦！哇 ，lucky， 好嘢，拍到车啦！有机会啊！哇，话派晒丑啊，希望可以俾多几只，而家希望可以后补到啦。好彩啊！佢费事我哋失望咧，派多啱十张飞啊！好彩啊！我哋入场啦！哇，发达啦！去海洋公园啦、啊！哇，睇啲好紧张啊！睇啲，好搞笑啊！虽然行嘅位置咧唔多，主要就系一入门口呢一个区域啦，但系佢哋都玩得好开心啦、啊。Coffee， 现场有好多嘢食噶，又有酒吧，夜晚好 feel 啊！夜晚着咗灯咧，好靓啊！